大家好，我是大为金辉钟表汉诺翁，今日为大家介绍 Ocean X 鲨鱼仔这个品牌。画面这套就是 Ocean X 的 Shark Master 1000米系列，亦都是品牌的第一个腕表系列。之前呢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介绍这个系列的不同颜色，今次呢就翻了四只新的色面。首先就介绍这只冰蓝面啦，上一代呢就是用了个啡色的陶瓷圈塞衬冰蓝面的，今代呢就采用了黑色陶瓷圈衬冰蓝面。大家都留意到啦，今次在个针面上面呢都有改动的，时针呢是采用了橙色的边框再包住夜光陶层，而秒针呢就采用了雷电针，令到整只表面望落去呢都好有动感。讲返呢只表的规格先，直径呢就是 44mm， 防水呢有 1000 米，所以呢有埋呢个自动的排氦气阀门。表面呢就采用了蓝宝石的水晶表面，还有防反光的陶层。在个把的位呢都做了个鲨鱼的图案，是螺丝锁把的。这个品牌的所有表款呢都是采用 316L 不锈钢。大家都看到条表带啦，用了是实心钢啦，咁个表扣呢就有双重保险扣，再配以一个厚桥，而表底都是采用紧旋入式的底盖。第二款新色呢就是绿色的陶瓷圈，再衬以这个黑绿色的渐变面，渐变绿这只呢都是采用了橙色的短针，再配以雷电针，而绿色这个陶瓷外圈呢都有埋超夜光的，而在三字位都一样做了个日历显示。再来这款就是最好卖的渐变蓝面，今次这款都是改用了湖水绿的短针，再配以雷电针，表面是采用了黑色和蓝色的渐变配色，望下去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。最后这只特别在就是表面是做了立体的格仔纹，而外面的黑色陶瓷圈就采用了橙色的立体黑道，咁呢隻配色呢都係比较少有嘅。咁再睇埋个蓝夜光啦，咁夜晚睇呢係十分之清晰嘅。咁呢个系列嘅官网价钱呢係3640，咁我哋呢有个优惠价比标迷只需要2830蚊呢就买到啦。除咗呢四隻色呢，仲有好多其他颜色或者钢带呀胶带嘅选择，有兴趣嘅呢可以上嚟我哋门市试下。咁今集呢就会介绍到呢度，下集见。